很多心律失常呢，它是在这个心脏病的基础上发生的。比如说这个病人有瓣膜病，那么他有心律失常，那么就是他伴发于一种心脏疾病。那么心律失常通常也会是一个独立的疾病，就是说它发生在一个正常人身上，这个病人的心脏结构啊、功能啊都没有问题，也会发生这种心律方面的问题。那么这种心律失常呢，比如说这个阶段比较劳累，它出现，所以严格上来说